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我也要想我。It's just a vacation. It's a full month vacation, OK? 去宜兰要想我，想妈妈哦。首先是度假哦，去度假哦。Hello, Happy Monday！ 后天就要送 Mira 去 Nanny 那里了。我说我一直打结。现在我们从狱中回来大概是两个多礼拜的时间。We actually found Nanny before I gave birth to Mira. Due to COVID-19, we kept Mira beside us. 这个的情况下，然后她这么小，可能就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去看。到现在我们要送她去 Nanny 那里啦，然后我们也会固定把她接回家里。陪他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整理东西，然后给 Mira， 不是给 Mira 带去 ，She's so small， 我们要整理东西，然后带去 Nanny 那边，然后让他能好好照顾 Mira。我们第一个是要烘奶瓶机，奶瓶机这个，我们这边我们有两个，对。因为很多人大家都对我们很好，就是送给我们之后就是给旅行的部分。然后这边我们有一个小的空气清新机，那我们也会可能给他们，然后他们放在他做 vacation 的时候的房间里面，让空气比较新鲜一点。好，要尿布，他这个尿布 S 是可以穿到4到8公斤，那 Mira 大概是5公斤多，5.3、5.4左右。哎，用得很凶哎。我们差不多两个礼拜就快用完一箱了，right， 一天差不多也用了十几片了。对，四大箱，然后60包，240片。对，这个是 Pampers 的日本款的，材质比较好，比较透气的，比较薄，比较容易过敏的。对，所以推荐大家买这个，好，很推荐哦。好，我们现在进婴儿房啦，要拿其他剩下的东西，再来是奶瓶，一个大奶瓶跟两个小奶瓶好了。container， 对，变成一个港收纳盒这样子，对，所以蛮方便。那我们会给他一个盖子，如果他们有一个要出门要带一个装奶粉的话，宝贝要帮你打包去 vacation 的东西哦，对啊，很好玩哦。再来是我已经拿好的沐浴用品、沐浴乳跟一个乳衣。活动力这么强哦！这边在换尿布，那我们继续打包喽。然后需要一些包巾啊、衣服啊什么东西，这些几乎大部分都是朋友送的，超好的。然后我就把它分散开打包，这样这我怀孕的时候就已经用好了。宝贝，派这只小兔子去陪你啊，看这个小兔子喜欢吗？哦，喜欢。奶粉4罐，保湿的乳液，洗澡的，奶瓶，还有干洗两样巾，对，婴儿纱布毛巾，然后就是湿纸巾，对，湿纸巾，好，还有 Mira 的奶嘴，我给他带两个去，装奶嘴的盒子。然后还有儿童婴儿手册，如果 Mira 团生病的话，可以带他去看医生。还有 Mira 的健保卡，小行李。对啊 ，Mira 的小行李箱。好，拿来给你，真好。Mira， it's kind of sad. I don't know. She just crying this morning.Kinda sad. It's not sad. 不知道怎么说呢。你怎么嘟嘟嘴？宝贝，你怎么嘟嘟嘴 ？When I heard she's crying, I wanna cry. 我本来以为就是我可能送到他们家门口，然后我才会觉得想哭，但是我现在就已经有点觉得受不了了。宝贝，没事哦，没事，宝贝，啊，没事，宝贝，没事哦，差不多了，上已经拿
Mira 的一些小行李下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So we're gonna drive there and it will be 1 hour maybe。 我本来以为这部片会是一个 happy time， like 快乐的送他走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在暗自悲伤，真的没想到就是一整个。不要下去，好不好？我们不要下去了。我要抱他拍照。大宝刚刚是要用扛轿的，我本来想要用抱的。可以再往上一格。我们到了。嗯，还不错哦。他刚喝了一点点奶奶。不错哦。他刚刚应该是有点饿。对啊。Someday you might be the president. Someday you might be a star. Someday you might be a homeowner. You might even play guitar. In the between, in all the fun, I'll be by your side. I love you. 很热是不是？很亮啊。很热，很热。对啊，进去吧。有没有习惯用什么毛巾什么都没有吗？没有。Someday you might make big mistakes. Someday you might just fall in love. You might even drive a car. In the between and all the change, I'll be by your side.I'll love you, cause you're a piece of my heart.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you are, no matter the time or place, near or far, in all the good, and all that's hard. Here comes the moon.